makan.太香了，黏黏糊糊了。
来吧你吃吧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多实在。这卤肉饭就用这个黄焖酱做的，19块9给你发12包，超级合适，而且老香了。这里边配菜都可香了。 香不香？香。鸡蛋，我变成手抓饭了，香锅。你们可以加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啊，我加了就是这三样。做法和教程我给你发在那个视频后边啊，用照片整理出来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 想吃好吃红烧肉、红烧排骨，所有的肉菜啊，你都可以用这个料。哇塞，太有食欲了！配几个小鸡蛋，哎呀，大蒜，道理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减一半。哎呀，太香！ 来个蜂蜜啊，放一整瓶酱的火鸡面，搂一个，看能不能吃完啊。两个蒜鸡要什么？